感情走到这甘准拄煞，甜蜜的纸纸，如今只剩一张无缘梦。过去的记忆，一幕幕亲像电影，为何结局若会不知安怎写？就记讲桌顶无咧采果脯，听讲这少年还袂记，查某囡仔往生了后，就对姑娘啊变成果脯。这几果脯为着想要讨旺财，就闹甲祖先无平安，所以袂用接祖先的牌位。厝内人为着好这果娘啊有后悔，就替因起人咧讲的果娘庙。到底这几果脯会安怎替家己找旺财的？请收看今仔日的《细说台湾》，几果脯点旺财。好阿公，伊无吃，伊是要放伊倒。来，去看嘛，来，行。阿爸阿母，上来，我分钱来啊。囡仔，莫伤害我。我，你伤害我，养我啦。快来，莫害我啦。你看啦，啊，手甲老火老滴，有要紧无啦？阿姐，我拜托你了，怎么养我？这个是想要娶我吗？我跟你讲，卖伤害我，你听无声啊？卖搞我弟啦！哎呦，夭寿骨哦！迄大人大姐，佮伊安尼抢卖。阿爸、阿母、素兰，难怪我无路用啦，卖搞我！拢叫伊收起来啦！阿爸、阿母，苏兰，阿爸、苏兰，阿爸、阿母，苏兰，别，吃饭呀！我不要紧。明珠已经三天没吃了，你先去吃。你吃，去。你妈过来敢没吃？吃瓜。阿爷啊，你赶紧把那个碗收来，不然明伊就把那碗吃了了啊！嘘，你不要讲话了去。你踮遮等我者，伊拉兄，伊拉兄，你伫倒位？我嘛有留一嘴啊你，伊拉兄。哎呀，我是做啥物个？我就要的，来，这碗，让你吃。你那兄，你想要带你坐在你家，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天机，我的阿爸阿母拢在过，伊已经去几落工啊，都无叮当。你敢是天公伯啊？派来要给我弥补罪过的，你替我来。我有跟你讲了，凡间人生皆为善。你是当我无看哦？迄种人为善，啊，迄个害手卖影啊，规家伙要死了了安尼。啊，安尼啊，咱把迄个囡仔带回来庙照顾，好无？这多人在受苦，你敢若救一个，啊，其他要安怎？啊？你袂使解决了两个。外人无法度救，我救死人总会使啊无？哼！三魂七魄对我来！无啊，啊无你即马是咧计无啥哩啊？是要劝导较好咧？啊！偷着大树听我哩！原来是安尼啊！苏兰啊，从今以后都托你婆阿妈来照顾你哦。姑娘为了来一朵花，生着。要求革命来，我求顺其有心龙，恩典三心来收回。压力，我一定要找到安。哼，去啊！上哪是去到，让大家朝我追跑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呼呼，加油，加油！走路过后无人跳。嘿嘿，哎，别乱叫啦！你是要炒鬼做法呀？哎呦，别乱叫，喂，你莫过啦！不然是公牛变公牛神呢？哼，我更不信公，无人要捡我这个红包。生目睭，花目眉，啊，敢要看个怎样袂见啥代志啊？就遐关的啦，啊，无好甲你假死要来。啊，我够可怜的啦！啊，土地婆阿妈，你赶紧来救我啦！土地公，别给我拍死啊！我假死要甲你拍死啊！我袂讲话你啊！哎呦，你跟老爸你讲伊哪会甲对？我无，妈的啊！哎呦喂，哎呦，你阿妈来啊，阿妈过来啊！哦，我哪了？就疼啊！就疼哦！老公，阿妈替你出气吼。几老大啊！阿娘，哎呦，都怕！无啊！你知影哪无？你真正是下心下情，摕了一扎婚纱，你包红包去发红包咧找翁，你看这种代志，真正是吼下心下情啊！找翁啊！啊对对对，你讲笑干？你讲红包是你赚的哦，我是不是太巧的？足巧的，是足巧的。还是讲红包内底想得啥？得我的爱，你的爱。哎呦，阿妈跟你讲啦，啊，像你安尼姑娘啊，要冥婚的红包内底哦，都爱得你的金甲，金甲，啊，搁你的头毛，啊，搁有生辰八字。哪呢？我的生死八字是当时啊。苏兰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嫁翁啊，都爱吼，迄个属对方的大家官，吼、哦，
哎呀，我做艰苦的呢。要唔过，我做孤单，做寂寞的。我的姑娘庙那么人来拜，甚至是要吃物件，该走去土地公庙客才会用的。嗯，那土地公庙所有物件拢是你的，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啊。那香火有什么通好吃？哼，我就是想要吃家己的香火啊！嘛一年吼，拢十八年啊啦，我想要嫁人吼，嘛是应该的。都甲你讲过呀，啊，叫伊赶紧来甲因阿兄托一下梦的，找人甲伊结缘者，你都唔，佮用迄酒甲伊甲因阿兄的迄妹怎甲砍掉的，那即嘛不甲空家桥啊哦。阿母，小妹，我回来了。十八年来，我从来就冇放袂记，是虾米人，把咱家害到这尼啊凄惨落魄。你放心，我就做，我真紧就会替您报仇。嗯，这哪几个人啊？阮庄阿头当时来找这尔缘投的人，阮阿妈唔知影。看你要扣我红包无？哎，红包嘞！啊，土地公收起来啦，出床去啊！我先转去睏，较实在啦。啊，不够甜的啦。等我红包哦，好啦，等我一下好，来找看麦啊。奇怪，这什么时候加一间姑娘庙？是的啊。错是姑娘之位，原来你跟我同款，拢姓错。啥？你嘛姓错？啊，你哪会一个人孤孤单单伫遮啊？你的亲人呢？你的阿爸不在哪裡？你敢有兄弟姊妹？還是你跟我同樣，都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可憐人？你的廟這麼垃圾，咱兩個人也算是有緣人，我替你清清的，你度假也較舒適了。好啊，安尼土地婆阿嬤，可不可以對我洗洗臉，叫我摒掃啊？既然你嘛姓蔡，那呢，我个另一只阿爷。快进去啊！我到厕所去啦。阿爷，等下你。等一天，已经等十八年了。姑娘心，请你一定要保庇我，保庇我找到我的元首人林富贵。头家，我要接。拍谁啊？拍谁拍谁？你嘛有介意哦，无让予你啊。无啦，你先看到就是你的，我无要甲你抢。好，安尼哦，姑娘。
多谢你啦。小哥，叫哪声？哎，明珠那目睭伊都无看人啊。应该是看到介意的物件，等下就会来找阿姑你来吃啊。这个明珠，今日拜来看到什么介意的物件，都来乌白买。哎，那是明珠好命，有阿姑阿金面上的命。啊，金花，阿姑跟你讲，我阿姐过往进前哦，将你交代下我。我嘛是会把你当作自己亲生查囡仔来顾啊！你打搬来这无外久，我你欠啥物件，甲阿姑讲，我一定买啊你。阿姑，你会当收留我，我已经足感谢，哪会敢甲你拖东拖西？实在真捌代志。我结婚啊！囡仔，莫伤害我！我，这是我的母，养我啦！不要，莫害我啦！姑娘心真正有灵气啊！有给我保庇，我这么紧就找到你了。你免惊，你无代志啊。因公啊，感谢你啊，出手相救。啊，若无我，我的查某囝拼袂过这届的劫数。这位姑娘，竟然是你富贵的查某囝。这位因公啊，我看你青云青云的，你不是阮家的人吼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我叫蔡俊贤，你敢有听过？这个人功夫袂歹。生家嘛真缘投，我介意。蔡俊贤，俊阿爸，人都已经受伤啊，你搁一直问？啊，紧，我带你来看大夫啦，吼。免麻烦啦。桂英姐啊，你是为着要救我才受伤的，一定去给大夫看。对啦，对啦。对啦，啊，万一去伤到筋骨，是要安怎？阿姑。我带这位文公去找大姑啦。哎呦，金花啊，你打扮来这无外久吼，地方较清楚，阮带去就好。啊，你去无用你的代志啦吼。真正唔免麻烦啊啦。哎呀，袂当啦，这件代志一定要听我的。明珠啊，人啊有咧。啊，金花啊，你先转去，我紧哦，先转去吼。啊，行行行。好看的落后民族，个个会疼惜我，太贵啦！几位小姐，张头今日给你几杯物件，安奈只会感冒呢？啊，剩的钱呢？你是不是暗藏？哎，我是林家的表小姐呢，我阿姑阿金的钱都是我的钱，什么暗藏啊？头家讲，讲的钱跟说的钱无同啦。买水果钱甲头家你好你钱嘛无同款啊，全死娘啦！啊，烦死啊！摕去卖药啊！你明明就着急，啊，佫无存，根本就创起来做西客。你是搞啥的啊？哦，你头去下岗起来呢，也无所在通住，先踮我遮哦，甲相用好才讲啦，哦。我一个人住着拢同款啦，大夫讲我这伤吊高打骨工就好啊，唔免麻烦啦。俊贤兄，你是为着要救我才受伤，我拜托你一定要给我救的好啊报答，你就留落来嘛。阿姑，你回来啊！公主，你有什么要紧无？我护你啦。啊！俊贤兄，阿姐唔是故意的啦。真的啦，你有安怎无？
来，这位哦是俊贤先生，啊你哦带伊去休困，好。高刚安尼，我是要安怎困啊？林富贵，你这杀人凶手！你别管，你别管！为我爸母，你小妹命！富贵，富贵，你是安怎啊？过来啊！伊过来！唔对啊！我明明是来报仇的，今晚哪会伫万寿人因家里困啊？哼，我有办法啦！林富贵，我就不相信这辈你还这么好交话。林富贵，安心就好。伤心泪，染着心爱的沧桑。孤单寂寞，今生风。